在换来介绍拍照翻译的功能，它会自己自动识别。那我给它调繁体，不然我会看不懂。那我们就大概拍这个它的外盒，那你可以点一下，会标好对焦。我刚拿手机不好，大概这样好了。都翻译，翻译器。V languages voice translator vocal translator 138L 138种语言语音翻译0000 100% 译者相机录音世界时钟。他连这个小的都给他翻进去，那这样还蛮准确的，因为他是分一段一段一段的。